班级开心瞬间。哎，这明天就放假了，你们说老师今晚会不会留作业呀？应该不会吧，我看隔壁三班都没留。那咱们应该也不会。不会什么呀，那能写作业可是你们的福报。来，这是你们这周末作业，回家都给我认真完成啊。太好了，又有作业可以写了。老师啊，我看隔壁三班都没留作业。是啊，这么多作业，我就是从太行山写到西伯利亚，从侏罗纪写到宇宙爆炸也完不成啊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。那作文不用写呢？没有。通知一下啊，从明天起全校禁止把饮料带入校园，违者直接开除。不会吧，那我这还剩半瓶可乐咋整啊？哎，你把你保温杯拿过来。这不就完事了吗？那要想求助。老师，麻花带饮料。麻花，把你杯子拿过来。你知道喝饮料有多不健康吗？老师，你快把他给开除吧，我早就不想见到他了。那这瓶纯净奶送给你。老师，你不是说带饮料的开除吗？我可没看见谁带饮料，这是饮料吗？不是。